今天就带着小孙儿去了啊，看着环境对你们的呢。咱今天去一家开在村庄里边的一个店。哎，你好，老弟，这有一家那个张记卤肉店，从哪里来？大看没事了，这是。对对对，没事了，开没事了。前头这个平安大道，一个红绿灯啊，朝左一拐。加个红绿灯，往左一拐就到了。走，一百米。走走，赶紧去吧，一点准时都没有。谢谢啊。给这，哎，车满了，停满了。车满了，停满了。哎，你看这停车，你看带你们的，张记卤肉，有一种来到梁山的感觉没有啊？大口吃肉，大口喝酒啊，这带劲，哥这。满了。哎，来。往那一坐，坐那下边等一下。哎，大盘吃肉。哎，你看这每个环境，你看都多好。排队了？排队。什么呀？张记，来给俺俩来两碗。要辣椒不要？我不要。啊，一碗要，一碗不要，奇怪是吧？啊，对，一共十四两碗。多加点蒜。这一碗芝麻酱少来点。那一碗吃着都是凉，对劲。好嘞，走木溜劲儿，张记卤肉，哎，烧饼，哎，应该准确说应该叫火烧，大肠包小肠。大猪脸，猪脸，二熊脸，猪脸，加上大肠包小肠，110块钱的，111，凉皮7块，凉皮7块不算贵啊，啊，这个凉皮有点贵了，15，还是这是省会，这是富林子省会，就要的就是环境，又美食，又美景，嗯。你看你在这个环境下，你看给他吃饭，大树底下，嗯，小树林儿，香，哎呀，说一说，还是这过瘾，我喜欢吃这贡肉，鲜香，极了，入口即化，嗯，哎，就是这，嗯，爽。透气儿的啊，吃肉不吃蒜，姜味少一半。刚才粉丝说的啊，一点以后，这肉卤菜都没有了。啊，来早点来，他今天来早，11点钟来了。嗯，吃了卤肉，火烧，再加这个凉皮儿，加上这美景，这么偏僻的地方，小二哥都能找到。粉丝的力量大不大？我他家这家店以前在他家里自己家里做的，他家那一边拆迁了，就刚才早上找到老店去了，找老店下来一问说挪到这一边了，这他家自己的地，他家产品可全，买卖的这儿有卤菜，有凉菜，对面有凉皮，还可以炒菜、炸汤，哎，一个馍，嗯，这来口灵魂汤。
乖乖，走，天热了，那凉没吃，壮很。哎，看看，对对没对没啊？左木刘金镇，刘金纯，张继路，大咖完毕，下轮见。